好，我是静宝，我是秦宝。今天我们要来拆这个，这是啥？就是一分钟挑战的那个盲盒。好吧，大概看一下里面有什么惊喜。行，大家，我刚才玩新探究了一个新玩法，陀螺。你把它当陀螺玩吗？对。那我们现在废话不多说，给你开拆吧。好。秦宝，你激动不？你猜猜里面是什么？不知道。让你猜了吗？猜一下吗？小球，外星人。是吧？看你俩谁能猜对。大条腿的那种外星人。看你俩谁能猜对啊？他的那个上面不是喵船吗？我感觉是一个小猫在乘着船。我是这样看的。他这个是这样。这样从这儿。从这儿抠开了是吧？对，哎，打开了。里面是个门，看看这个说明书。先不看这个。这是啥？这个不是说明，哎，这个是说明书，姐姐。这不是说明书，这是里面的款式。啊，这总共有七款，还有一个隐藏款。这个呢是隐藏款的。这个，对。那我看这个呢是，这个是什么字？流金小时光，流金小时光，这个是暖暖心意，历世到来，流金浮原子，桃花依旧，年年有鲤鱼，有锦鲤，有锦鲤，然后有一个隐藏款，我喜欢隐藏款，还有这两个。那我们今天的这个会是什么嘞？对，看看里面有没有卡片，有卡片，我们不看卡片。这个卡片上啥都没有。啊，那我现在给你拆开这个，好期待呀、啊！先都把眼睛给闭上。你自己闭上还差不多。闭上啊！我们是在这儿赶紧看了。看到了吗？是什么的？你猜猜，来，我把它。这个是什么的？好了，眼睛睁开，我抓起来了。让你们俩猜了。看这里面的，看这里，先看这个里面的，一定会知道的。先看一下它的小装饰。对。哎呦天！哇，拆开了。这个是个什么？粉粉的，粉黄粉黄的。啊，我知道了，是它。暖暖心意吗？让我看一看，上面有小礼物。对，小礼物，哎，赶紧拿出来了，我们都知道了。猜哪一款？说吧。暖暖心意。那我们看看你们猜对了没有？哇，是不是？好可爱呀！哇，被你们猜对了是吧？嗯，暖暖心意。嗨，大家好，我是静宝妈妈，刚从街上回来，去给静宝拿衣服去了，在网上给他买了一件毛衣，现在我们拿回去让他试一下，看合不合身。静宝在画那个手抄报嘛，静宝。手抄报画完了没有乖？画完了。画完了，妈妈看一下。哎呦，那个桂冠写错了乖。桂冠不对，等会儿妈妈给你说啊。你看，妈妈给你买的毛衣回来了。哇。就是你喜欢想要的那个带海军领子的那个。画好了是吧？让妈妈看，扭过去。怎么样，喜欢不？可以吧。这个头发好像不太配合呀，不太配这个衣服。你觉得嘞？肯定不配啊。要不我们梳两个小辫试一下。好了没，静宝？好了，看。哎，还真好看。你不是说梳两个小辫吗？梳两个小辫不好看。不好看是吧？让我看看。我就是这条街，这条街，这条仔。然后呢？走起路，你要大摇大摆。你又唱错了都乖，错了，喜欢不喜欢？这是妈妈送你的生日礼物，谢谢。还有一双鞋子，鞋子还没有到。鞋子是什么呀？嗯，马丁靴一样吗？对呀，马丁靴一样，里面是加绒的，因为天冷了嘛，妈就买了一个加绒的。好了，赶紧脱了吧。那我们现在来换上我自己以前的衣服吧。今天来吃这个炭火烧，好热呀，感觉。啊，
把那个围裙，对，一次性围裙带上，小心啊，别烫到你。以为是让你玩了，还怪好玩的。没事，你先吃吧。熟了没乖？这是啥？蒜蓉金针菇，看着还不错哈，好吃不？都烤糊了都，第一次烤不会烤，烤糊了。好了吗？还没有吧？在冒泡。好，谢谢宝贝。啊，你也吃吧，乖。你也吃吧。哇，好漂亮的寿司呀！开始放油了。好，你先吃吧，乖，妈妈一会儿再吃，你先吃。哇，一口吞呀，好吃不？开始烤五花肉，静宝爱吃的肥肉，我的天哪！你不怕长胖吗？到时候吃成小胖猪了，放不下了，等一会儿再放乖。哦，等一会儿再放。我们的五花肉已经烤好了，怎么样？好吃不？好吃的停不下来了是吧？辣不辣？我的妈呀，刚把那个大肉片吃完，这又上来一份，这叫啥肉？这一个套餐好多肉呀，是不是？一直上的都是肉，感觉是不是羊肉呀？这么快就熟了，感觉好油呀，油不油？出了好多油呀。没熟，没熟，再烤一会儿。没熟，再烤一会儿。我们看着吧。妈呀，终于来了一份素的。吃肉吃的都咽不下去了，都快。你看那个样子，小心手乖。慢点啊，烫了。妈呀，最后还有一份牛肉炒饭，我们实在是吃不了了，然后打包回去再吃吧，其他的都已经吃光光了。你吃饱了没，静宝？吃饱了。好，我们准备走吧。